想要对采集混小孩说什么？我觉得大家生活过得好，都很好，都很健康，小孩子过得也很健康。来了，哪一个啊？第一个。等一下，先让车过。先让车过。不好意思，要让车过。我们让车过一下好不好？好。有什么事情要说啊？没有什么事情要说。好，再见。那你最后一次要做的事情是什么？陪家人，做音乐，对，差不多是这样。等等就直接做音乐。对，等等就直接回家了。对，等一下该办的手续都办完之后就直接回去了。中午都没吃啊。早上是跑错地方，什么？早上听说跑错地方？没有，早上的时候，我弟在别的地方先休息一下。啊，对。他又想要对采集混小孩说什么？我觉得大家生活过得好，都很好，都很健康，小孩子过得也很健康。那时候在监狱的时候，都看到一些你们的新闻采访，所以我觉得大家开心最重要。对，谢谢啊，谢谢。谢谢啊。